难噶嘛。第十七回嘅七饼糕拍住上四围奖，今日就嚟到旺角 CSL 嘅专门店。咁只要大家咧喺呢一个星期用过七饼糕喺 CSL 买嘢，一阵间就有机会立走高达2000蚊嘅拍住上储值额啦。除此之外，今日喺 CSL 用七饼糕购买指定数码产品，同埋呢一个智能水杯，仲有半价优惠添啊！想问一下两位今日喺 CSL 买咗啲咩啊？诶，买啲饼干。我頭先見你咧，俾錢嗰次係用七餅糕，其實覺得方唔方便啊？唔方便啊，我就咁一張卡一拍落去就搞掂曬。嗱，轉頭咧，其實我哋會喺出邊玩個遊戲啦，咁就有機會咧，立即高達2000蚊嘅拍住上全值啊！有冇興趣？遊戲時間喺膠箱裏面有30個顏色波，藍色波50蚊，橙色波100蚊，咁最正嘅紅色波啦，有2000蚊嘅拍住上儲值額。5秒鐘，一隻手一個波，手唔準過100界，咁立到咩顏色波，就要睇你有幾快有幾準啦。立到我哋紅色波啦，拎走2000蚊嘅七餅糕儲值額。好，轉帳完成，多謝七餅糕。又連中兩個喎，好，咁啊數一下，就個2000蚊儲值額俾你啦。轉帳完成，耶！多謝七明糕。準備好我哋開始，立到藍色波波，拎走我哋50蚊嘅七明糕儲值額，多少少粒俾你啦。準備好我哋開始，5、4、3，哇！呢個方法 OK 喎，開始。5點至6點會去到旺角西洋菜街的博斯尼，繼續同大家玩遊戲送儲值額。咁記住早啲到，同我哋一齊玩啦！